我是 SNH48 Team N2 的冯新朵。第一次总选举就要开始了，然后当听说总选举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感觉是非常的不安和担心。担心的就是我进团这半年多的期间有没有把自己的性格充分的展现给大家呢。尤其是我想跟大家声明一点的，就是我真的是一个智商140的天才少女，但是不知道我的人生中好像出现了一点小差错，让我就是在这20几年的人生中每天好像都挺倒霉的，就是总是误飞机啊、丢钱啊、丢手机啊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特别多。所以说我也非常担心这次总选举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的名次。虽然我是一个运气很差的人啊，但是我自己心里一直觉得能参加能进入到 SNH48， 能和我的粉丝们相遇，能站在舞台上，就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这次我也希望可以相信自己，然后相信我的粉丝，然后希望能取得一个好的名次，就是这样，希望大家能支持我，谢谢大家。